喂，走出来了，马上到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么近怎么会好看？特别的美。不喜欢你说美，快说帅。特别的又帅又美。帅不帅？好喜欢你。不坐电梯了，走路就两层。Hello， 我感冒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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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们两个来东北之后全都过敏了，太可怕了！每天就是醒着一出门就要带着这样一张纸，然后还有纸巾早上醒着还来，应该是用的剩这么一点。这口罩太大了，完全包不住空气，还是跑进来，我还感冒了。鼻梁这里这样摁摁一下，你到底过敏还是感冒？感冒加过敏吗？我觉得东北要把我们两个害死了，我们现在的皮肤都就是长了一个痘痘。对，它长了好几个痘痘。你们能看到我的痘痘吗？它长了痘痘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我的皮肤它长了好几个痘痘，然后我的皮肤也过敏了。是起那种密密麻麻的小红点。不仅如此，我鼻子也过敏了，可能你们看不出来。我们现在要去找辆车开。待会我们去吃什么，姐？吃牛肉火锅吧，或者是冷面，想吃哪个？牛肉火锅或者是烤肉，想吃哪个？我都想吃，和怀念牛肉火锅。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怎么了？很土啊。我喜欢啊。我的好兄弟，我以前还经常唱了。我的好兄弟，什么苦对我说，一起度过。好兄弟，你哭你对我说。我刚脱鞋了，然后有点臭，我就把窗户开了，通了一会儿风。后来又觉得太热了，又拿上去，拿上去的一瞬间，我又看到我们的定情信物。看到我们的定情信物之后，我就打开了我的棉花糖。看到棉花糖之后，我就打开了摄像机，开始拍这一切。现在我要关上去吃了，拜拜。了菠萝，我们现在要回家，回珠海。的猪了大脑，猪脑花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四大四八。我最喜欢吃的是里面的午餐肉和牛蛙的大腿肉。吃完了，我们要走了。浪费啊，那么多东西没有吃，已经吃很多了。